船就係由美國遠航而到嘅香港嘅一架船隻啦，你喺網上面會見得到嘅，佢係本月第二架埋香港嘅船隻嚟嘅，佢會將喺今晚嘅6點鐘準時嚟港。下一艘係温哥，呢架船係裝300幾至400左右嘅。 小船，幾好睇，琴日翻嚟嘅，唔係應該情人節嗰時候翻嚟嘅一架船嚟嘅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